联防点进去。不好意思，制定两岸政策怎么拿香港做一个参考？明天。你就是昨天要问没有问到的那个吗？香港啊，在整个民主化的过程中哈，我们也都非常的关注，也希望就是说在公民社会的民主进程上面哈，我们可以跟香港能够强化更多的交流跟相互的这种对话。